干哈呢这是啊？不得劲儿啊？难受呢，要生了这是。嗯，好宝，没事没事啊。看见没？这是妞的三个小宝贝儿啊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老四马上就要出来了，出生了。宝贝们又吃奶了，妞妞还是有点宫缩，我也一直没睡，她老想出去，嗯。啥时候能好呢？你看呢？哎呀，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他不会这样的一宿吧？还是打那个缩宫针打的呀？什么情况？老铁们知道的给我评论一下啊！他老是这样，然后也不趴着，就坐着。这是喂奶了，我让他躺下。